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现在科技在生活中的应用处处可见，食衣住行在行的部分最让人有感，因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市公车的翻转与蜕变。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公车处处长陈新皮陈处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营运室的客员曹盛尧。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盛尧好。第三位呢是我们行政室的主任洪德福。主持人好，大家好。主任好。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现在进入了5G 世代，我们中央政策呢就是点跟点之间后面的联系是有很多的数字跟科技在里面，来带大家来看看我们中央订定的这个 5G 智慧蓝图。台湾以 5G 加速实现交通愿景，推动数位转型，拉近城乡距离，改变你我生活，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因为 5G 大幅提升服务品质，透过虚拟导览、指引旅游景点路线，机场智能行李输送，搭配手机与行李自动连结，通关更显从容。即时传送路况预警，贴心服务新境界。因为 5G 全面强化安全防护，无线列车控制系统协助驾驶判断行车状况，提高列车行驶精准度，火车机棚的智慧维修，安全守护更加严密防护，飞机远端维修，掌握每个细节，安全为你贴心设想。因为 5G 引领效率超越期待，动态地面运输管理系统控管港区大量货柜及时状况，协助物流系统与交通系统排程，船只进出入港口，货柜装卸与货柜物品运送出港，数以万计货柜进出顺畅，展现高效率。因为 5G， 远方未知的事物呈现眼前，关键时刻纵观全局，化险为夷，交通领域智慧化，全面实现数位转型，让远方近在咫尺。可以看到，不管在航运、空运，甚至是陆运，加入了 5G 这一项智慧交通科技在里面，就会让远方就变得近在咫尺。那当然，最贴近我们的到底是哪一种呢？再来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公车。那当然转到现在，我们的市公车也是跟上时代潮流，不断的蜕变与创新。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处长，在我们公车智慧系统如何让我们的移动会更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现在都是一个资讯的时代，人手都一手机了，所以我们公车的这个智慧系统也一直在更新。那最早我们在1997年，这个系统是1997年建制的，所以到现在已经十几年，所以我们在去年底跟今年初，我们向公总申请了一笔3000万的一个经费来做这个智慧系统的一个更新。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把以前所没有的，好，比如说只要经过这个站牌的地方，包括市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通通给它集合在一起。比如说你在长庚医院，你那个智慧站牌就可以看到市公车，也可以看到国道客运，好，包括往台北、往板桥的，都可以在这个站牌里面显示出来。
那我们也把这个系统啊，就是更新到我们的手机的 APP 里面，民众也是很容易就可以上网去看，啊，希望能够给观众给我们的乘客哈，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等车的一个资讯的一个空间。说到这个 APP，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手机打开里面有非常多的资讯，都是有关交通的。那如果你从 Google Map 上面去点的话，你就去点那个交通大众的那个车子，你点进去，你就会知道啊，大概几点会坐什么车，坐什么车。但是我们在基隆市的很特别，它自己也有一个系统。那很多民众可能会结合很多系统在用嘛，但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市公车的系统是最神准的，到底是有多神准呢？会打破大家的观念，我们要。请教处长，其实我们乘客哈，我们可以到我们基隆市公车处的官网里面去。它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今年的2月7号有一个公告，啊，就是我们这个智慧公车系统的一个公告。那点进去以后，叫一个网址，那里面就可以有我们基隆市公车的一个到站资讯系统。那里面有分很多种哦，包括市公车的、国道客运、公路客运。甚至火车的都有，邮轮的我们有都有设计在里面。那这一些都是可以一键里面就可以点出来。邮轮啊，我们都有设计。以后如果说邮轮有那个时刻表的话，也在里面。啊，火车现在就已经在里面了，已经设计在一起。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很多乘客他是利用民间的开发的 APP 啦，啊，他那个也是借接这个系统，所以我们。如果说用本处的这个系统，应该是最准确的啦。是，希望乘客你们多加利用这样。是，因为这个系统真的很厉害，因为花了3000多万做了很多的资讯整合。那有时候我们民间就走出去就会说，哎呀，这干什么？这个公车是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上面写10分钟。可是如果你跳出基隆市跳出来，你就直接进到基隆市公车处的网站，说进到刚才处长刚刚说的那一个网址进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还蛮神准，几分钟几分钟到，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大家可以来使用看看。那除了这个 APP 跟上时代潮流之外呢，我们的基隆市政府也添购了新的公车，这公车还加入了 logo， 而且还有防潮防锈的系统，快看看。3、2、1，请启动哦！全新彩绘低底台公车正式启动哦！在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立法人蔡适应、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及多位市议员共同揭幕下，六辆全新的低地板公车2月15号起正式加入服务市民的行列。林永发表示，基隆市共有155台市公车，行驶53条路线，每天服务市民达2200万人次，是全国公共运输市占率第二高的县市。透过全新涂装，融入 logo K 城市品牌的车身，展现基隆市色彩缤纷的城市意象，也为四月即将举办的城市博览会暖身。我们也将在4月22号到5月2号举办城市博览会，所以我们有很多新的相关事务都在陆续呈现中，包括我们新的 logo。也在呈现，那我们新的公车彩色涂装，就是以新的基隆的 logo K 的这个意象，整个来做行销，然后也让我们整个都市的色彩，尤其公车的行驶频率非常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对改变我们都市的形象，然后大家有新的一个概念。让我们新的城市能够让呈现给大家。全新的彩绘公车也获得民意代表的肯定。这次的这个彩绘的低底盘公车活动，是为了配合今年4月22号到5月2号的城市博览会。那佩祥在这边请代表议会肯定我们市政府的作为。城市博览会的期间，新的彩绘公车上路，我相信会让更多外县市的好朋友、全国的好朋友看到基隆新的活力。除了简洁亮丽的车身，全新的低底板公车也加强抗潮防锈处理，并增设防撞雷达及胎压侦测器等设施，希望有效维护搭乘民众的安全。这个新车里面，我们就是有装了一些新的设备，包括前后的这个雷达侦测、防撞的一个设施，还有新的这个胎压侦测。那另外针对我们基隆多余啊，有多做一些防锈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整理，这些都是我们新车里面多了一些功能。
那另外我们资讯整合部分，那这一次我们新的这个资讯整合也透过我们新的一个采购案，把我们全市的这些道路路边的这个 LED 系统跟公车的系统重新做一个新的整合，那这个部分目前在进行中，那预计啊这个两个礼拜内会完成。车身具有倾斜功能的低地板公车，在车厢内部座椅环境部分也规划有轮椅及导盲犬专区，方便长者及身障民众搭乘。低地板公车它就是要照顾我们一些比较弱势的朋友，包括我们比较身心障碍的朋友，那所以有特地设这个导盲犬的专区，那另外也有轮椅的专区，低地板公车它都有这些功能。接下来营运中的67辆低地板公车也将陆续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涂装，除了提供民众上下班、采买、就学等运输服务外，还将串联和平岛海科馆、情人湖等相关景点，协助行销基隆观光。哇，可以行销基隆观光，而且它的服务更安全、更妥当。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处长，新的公车来，其实最让人家感受到就是它的低底盘。我们现阶段推动的就是购买新的低底盘公车，因为现在属于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那低底盘公车它的车身很低，只要一步就上去了，所以我们现在从最近几年来添购的都是属于低底盘公车。那今年2月这6辆有已经加入这个营运，那像今年我们已经在上网招标，也要再采购6辆的这个低底盘公车，目前已经在上网在招标中。那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这些老弱啦，或是长辈上下车方便，来采购这个低地板公车。那今年的这个涂装各位看一下，这个涂装，其实这个是我们关销处协助我们去设计这个涂装了那这个涂装我们在第一天上路的时候，市长有去试乘，那在试乘当中，路过的民众就开始在照相，代表它这个非常的特殊，民众看起来非常的鲜艳。它充满一个活力的城市的一意象在里面，那所以我们以后的公车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些它的那个车身的这个彩绘，让城市感觉起来非常的活泼这样子。而且基隆这么会下雨，他们选用白色真的是很厉害，常洗吧？对。要常常洗，不过看起来很漂亮。对，漂亮最重要，常洗也很厉害。好，那当然公车里面呢，不止好看。低底盘安全之外呢，它还配备全新的整合资讯系统，这又是什么？我们这个新的公车里面它有很多新的这个电子设备，包括上下车，我们前后门都有刷卡机，这个是一定有，还有新的车机，另外包括那个数位行车记录器，这个数位是新的，以前都是用机械式的，那现在就用数位行车记录器，那另外包括我们一台车有8个镜头前后录影机、摄影镜头，包括乘客车内的啦，或是车外的啦，都有8个镜头在做这些安全的监控，那包括说新车里面它有一个转角的地方，它如果靠近的话，它会哔哔叫，那个是一个新车的一个设计都会这样子，那这个都是以后新车，买卖的话规范的一些设备。所以我们以后都朝这方向来采购。对，就是硬体更新，跟上时代潮流，也让大家越来越方便跟进步。那刚才说到就是上下车要来刷卡嘛。那之前我们基隆市就是上车才刷卡，但是现在它为了要有效统计数据，就是变成上下车都要刷卡，从7月1号开始，快来看看。上车刷卡，有。余额35元。亲自示范上车刷卡，下车也要刷卡。基隆市长林佑昌宣布，7月1号搭基隆市公车新措施。跟所有市民朋友说，从7月1号开始，那请大家记得上车的时候刷一次卡，下车的时候也刷一次卡。好，那我们有示范的时间3个月，这3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如果你忘记了也没有关系，也不会被锁卡。但是呢，你记得刷卡的呢，你会有小礼物可以进行抽奖，那你的这个卡片呢，刷的时候就会有电子的这个记录，到时候我们会进行抽奖的一个方式呢，然后会有500元跟1000元的一个礼券，然后从7月1号开始连续3个月，来进行抽奖的一个活动。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响应，然后共同参与，让我们基隆市的市公车的一个营运能够做得更好。
7月1号起，上下车都要刷卡，希望获得大数据，让交通单位清楚掌握人流，对未来会有很大帮助。我们基隆市这个有许多的社福的这些措施，那大家使用公车其实基本上是成本是很低的，甚至我们包括长者65岁以上的使用公车是没有次数的一个上限，那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我们希望说，这个、使用的一个习惯还有使用的大数据能够有所精确的一个掌握，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源做更有效的一个配置。至于未来是否调整两段票价，市长林佑昌说会在适当时间先选择一条路线优先实施。两段式的公车其实我们已经规划非常的久，那我们会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条这个优先的一个路线来推动这个两段式的一个公车。那我觉得确保这个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成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会急躁。那因为基隆市我们公车的使用的习惯时间很长，那要改变大家的习惯需要时间让大家适应，那不能贸然的一个上路。不过我们已经在积极的规划挑选一个适当的一个时间点来进行示范。我们可能会先挑一条大家这个最热门或者是最使用率最高的一条路线来推动这个两段式公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这个措施的话就主要就是说要有一个大数据啦，就是可以记录我们乘客他上车跟下车的地方，那以后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就可以来作为路线的调整和整并的一个参考，那这样就会更符合这个民众搭车的需求，它会更准确。而这个上下车刷卡呢，它并没有影响这个乘客搭车的权益，我们一样还是一段票，所以这个部分请我们市民朋友多加的配合。为了鼓励民众刷卡，政府还寄出了500元和1000元礼券抽奖活动。新措施将试办3个月，让民众养成习惯。真的要养成习惯，现在还是一样，就是上车下车都要刷一次卡。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盛瑶喽，收集数据如何呢？陈叔，刚刚我影片讲的，我们现在那个运输的时代，我们希望让民众有比较有感的改善，那我们就在公车的前门跟后门都装了刷卡机。那除了让民众可以比较快速的在前门后门都可以上车跟下车之外，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刷卡数据去得知到说像是说哪一条公车的路线搭乘人数比较多，那我也可以知道说像是说民众他在哪边转乘，还有哪个站位他的上车跟下车的人数分别是多少。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性的政策，那我们要观察说这样子大约是3个月到6个月比较长期来看说这样子的人数的变化之后，我们比较能去调整说这样子的路线是不是有效益的，那有多少的民众是比较迫切需要怎样的做改变，那我们在人力跟车辆有限的情况下就可以比较有数据化的去做改善。是，真的是有数据化的做改善，让我们的公车营运更有系统而且更好。那我们要请教我们处长，就是市公车的新里程碑，其实加速这个老旧公车的汰换也是非常的重要。对，像我们这两年陆续都有汰换这个公车嘛，就是今年6辆，然后目前也在招标6辆。那之前疫情的关系，交通部因为把这个补助购车的金额都放到疫情里面，所以前两年他没有补助，到前年跟今年才开始补助，所以这个部分会加速来汰换。那像电动公车来讲，我们明年开始应该会朝向电动公车这个方向来添购。那电动公车它造价比较高啦，它还有一些充电站的一个设备，那还有一个土地问题，所以我们会挑几个站它的土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要有8年的土地同意书才能去设这个充电站，那还要跟台电去接洽说这个站的那个电力因为它需要380伏特以上这个高压电，那电力是不是这个站可以符合，所以我们目前都有在做这些准备。是，可以看到就是公车，未来的公车不只是无人车，但是在这之前就是电动公车，要让我们的环境更环保。那听到刚刚处长讲，哇，一步一步都在规划，不管是在充电站的部分、设备的部分、土地的部分，都已经在进行密切的整合，期待有
电动车公车的出现。那当然我们基隆市公车的使用率跟习惯使用是全国第一，这个数据我们要请教我们处长。对，基隆市的大众运输的搭乘率它是109年我们公路总局的统计，它是34%，那是仅次于台北市，台北市40%，那新北市是33%，那桃园是12%，那以下的都是个位数的啦，所以这都是个位数，乘那个大众运输的那个使用就很低。那以基隆市来讲，我们基隆市它没有捷运，没有捷运啊，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些大众比较现代化这些，都是公车、国道、客运等等火车，所以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能够这么高，代表我们市民朋友他对我们不管是市公车也好，或其他的这些国道客运也好，那依赖性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整体的这个服务上面我们都非常的注意，希望能够对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在服务方面能够更精进，这样子。服务精进这一件事，我觉得很佩服我们的市公车，因为根据年龄统计，市公车的使用人数很多部分都是我们的银发长辈。那这部分我们公车处做了很贴心的服务，对不对？这个比例大概在多少？我们，这些就是社福卡方面的哈，社福卡它包括这个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我们的身心障碍的这些市民，这些好朋友。那我们这一些大概搭乘率将近占了一半的这个乘客的这个数量，那我们在今年这一些智慧公车系统里面，我们也做了一项改革啦。因为之前我们上车都会听到说社福卡、社福卡、学生卡，那有一些乘客说，你这个社福卡声音听起来好像怪怪的，是不是能够改掉？就是像就是要坐公车听到社福卡，我没有社福卡，不然坐公车。所以我们。我们这一次智慧公车系统改了以后，我们也很贴心啊，就是把这个社福卡跟学生卡这些声音都已经，就已经把它消掉了变成是上车刷卡，下车刷卡，那这样大家听起来就会比较舒服哦。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智慧公车系统也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地方。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市公车不断跟着时代潮流前进，而且这使用个习惯跟频率也是全国数一数二。那如何平衡未来的发展呢？我们要请教处长。其实像我们这种市营公车来讲，在我们台湾这个部分，只剩下嘉义县公车处跟我们基隆市公车处两个处啦，属于是公营的。是。那依整体这个客运业来讲其实它就是三个方向啦，它是影响到整个营运。第一个是油价，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票价，再来就是一个我们薪资就是司机的薪资等等。那讲油价好了，油价只要上升一块我们一年的支出就要多了260万。哇！那如果调薪刚刚讲到薪调薪3%，我们就要支出1005万，因为人数多所以它整个影响是蛮高的啦。那如果说依票价来讲，因为票价长期没有调整，都是15块。那可是依双北来讲，它是一样是15块，可是它有一个运价差，它今年调到23块。等于说你23块跟15块差了8块。它是由新北跟台北市政府它补助给这个客运业者。是。所以它一样收15块，可是它会补助它8块。所以还是靠补助才能够去米平这个营运啦。是。当然我们市公车基隆市政府市公车这个部分没有像双北那个裁员，不用补助了就直接是进去了。所以整个的运价差还是有它的那个差距。所以我们其实整个营运方面，我们也在思考说，是不是把这个市公车的营运规模给它缩小。比如说我们可能7个区嘛，我们就是不是拿一个区，我们就是委外。把那个路权就给其他的客运业，让我慢慢把我们的规模缩小，减少我们这个累积的亏损。那这样子是这个可以慢慢去优化啦。不然你长期这样子的一个亏损，那当然是越亏会越多。这个是一个，我们有在讨论过是不是缩小这个营运的路线，然后其他路线由其他业者来承运这样子。所以要在平衡跟有序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的确是非常伤脑筋。不过可以看到公车处已经不断的努力在找方法了。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大家最常上公车之前要做的事，就是要等公车了。那在等公车的候车亭，其实市政府也非常的用心，做了很多突破。我们先来看看中一路的候车亭。
经过上个多月的整修，位于忠义路城隍庙前的候车及人行空间变得焕然一新。不但人行道铺面从洗石子改为高压砖，变得更加平整好走。原本是座老旧的公车候车亭，也整并成两座全新候车亭。公车停靠路线更进行调整分流，协助改善市区交通。市政府正在火车站周边进行这个交通环境景观的一个改善。那目前公务处进行到这个忠义路，就是校二跟校四路段这个人行道的一个整建。那我们公车处配合这个候车亭的一个更新工程。那因为在今年的二月，我们在城隍庙这边的停车的一些公车，我们已经移到校四路的一个南站，就是往七堵跟暖暖的公车哈，已经移到南站那边去停靠。所以城隍庙这边的这个公车流量会减少。所以我们把这个城隍庙前的这个四座原来四座这个水泥的候车亭，我们给它整并改为两座这个新式的这个候车亭。那主要靠近城隍庙这一边这一座，还有我们公车这个往暖暖往安乐这个地区的这个公车来停靠。那靠近孝思路这一段的这个候车亭啊，由基隆客运好来停靠这样。另外，公车候车亭也改采简洁并具穿透性设计，让候车亭不再成为阻碍行人行走及影响市容的障碍物。我们在市区哈比较重要的路段，我们会考量整个包括商家的一个动线，所以我们候车亭的设计会采那个无障碍跟穿透性的，让乘客跟这个店家哈都以互相的来做一些采购或是穿透性方便这样。启用前曾到现场视察的基隆市长林佑昌也要求公务处等单位加强缆线清整及建筑立面改善等，让整个空间更加干净宽阔。是那个公车亭处理，我们连公车亭后面的那个建筑的立面啊，人行道，还有包括很多废缆线啊，全部都整，提升基隆火车站周边区域的市容景观。可以看到这个候车亭的新建基础做了很大的改变，而且穿透性强。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大家看到那个新的候车亭是双面的，前后都可以站，都有椅子可以坐。我们请教主任。好，谈到候车亭的新建我们知道我们本市啊的地理特性就是山多，然后经常下雨，雨多，然后潮湿，然后我们的道路呢也是狭小的。他针对这一些的问题啊，我们就是会去改变，是基于这一些的背景。那早期呢，因为这一些背景之下，我们所建制的候车亭啊，它所使用的材料、它的材质、它的形式，或是它整体立面景观的感受啊，其实是没有一定的制式，所以说可以讲说也是参差不齐的。那针对这一些的问题，我们在市政上面，我们主要做法有两点的重点要做。第一点就是说，在我们市长上任了以后，林市长上任了以后，我们就用交通部公路总局在104年的时候建制的那个，他们补助我们市政府建制的案子里面，我们用他设计的蓝图作为蓝本，我们把它融入这个无障碍的设计、穿透性的设计，再加上融合当地的特色，然后我们就建制现在新式候车亭的样式。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里本是我们那个的地理特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路幅狭小嘛，又有山地，所以说我们在建制候车亭在规划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去充分去考量它的，我们怎么样去建制候车空间最大的空间的候车亭，然后它的遮蔽性是最好的，也是比较大的。这个遮蔽性就是可以去让在候车里面的乘客，他等车的乘客，他可以得到比较大的遮蔽太阳啦、遮蔽风、遮蔽雨。这个效果是比较宽敞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就再加上要考虑到说无障碍空间的设计也要融入这个候车亭的设置，让它这个通道动线更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要去兼顾到说这个候车亭它附属的设施的设置，包括照明系统，包括那个
智慧型站牌，也包括候车椅的设置，让乘客可以在里面舒适的坐着。啊，这一些的设置，这个也是我们在市政上面我们所做，希望回应这个市政，也回应市民的需求。是，哎，融入在地特色真的很重要。我最记得在马西那边有一个停车候车亭，然后它是有那个台湾蓝雀的那个在旁边，我就觉得哦，好有趣，好有特色。对，那大家可以看看有不一样的这个在地特色在里面。那刚才有说到那个看海看景的地方，我记得是主任有带一张图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们的正滨色彩屋，你在那边等公车，你就是可以坐在那边很悠闲的等待，因为它可以让大家看到。到海，看到美丽的色彩屋。这个候车亭就是我们候车亭这设计的阶段的时候，本来设计师他是设计他的那个背板是在靠近最边边的最后面的地方。那后来我们看到那个现场，我们要融入当地的色彩，后面又有色彩屋，所以我们把设背板是在中间，让它前后有椅子坐。那因为那里的地理特性是什么？因为那里东北季风很严重，那我们设这个整个背板是在中间的时候，那就是再大的风雨，乘客也可以躲到后面那一排的那个可以去直接去欣赏彩色屋的那一个地方的话，整个背板是可以当作挡风挡雨的这个位置哈。那最主要就是说这个这样子，除了两边都有足够的无障碍空间，因为那个宽度都够以外啊，又可以在那边得到最好的遮风避雨，然后也可以顺便去看我们的彩色屋，可以看我们台版威尼斯。对，那刚才说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夜间照明的部分，我们就要请教处长了。讲到这个夜间照明，如果说我们各位市民朋友有印象的话，最早的夜间照明公车亭只有循环站跟城隍庙跟我们一些旧的总站，它有设那个夜间照明。那我来公车处以后，觉得这个不要省这个钱啦、啊、那个要跟台电申请一个电费 电表跟一个电费、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已经加装了117座的这个照明设施候车亭。那个这个跟我们夜间等公车这个安全性很重要啦，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有候车亭有电的地方，我都装了这个 LED 的这个日光灯、那个我们有计时器就是说晚上差不多5:30或是6:00，然后到凌晨差不多12:00多就跟路灯一样、跟路灯一样就会熄掉、那这个我们得到很多乘客朋友的反应说很好、因为这个不要怕花钱，这个要让民众乘客有安全、这个最重要，真的就是要提供民众便利以及安全的候车环境，这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可以看到公车处在硬体设施上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跟改善，就是让大家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安全外，其实呢这公车上的小故事也很多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有民众呢常常说有一位公司司机非常的暖心，因为经常下雨嘛，如果大包小包的拎上车没有座位的时候，公车司机都会很贴心的提醒民众要让座，一块看看。好，聊了。一句提醒小心，让乘客觉得好贴心。这是基隆市公车司机赖文峰每天的日常。好，谢谢。不只提醒乘客要扶好，也会细心的观察到不同乘客的需求。日前，基隆市民薛小姐抱着婴儿搭公车，当时雨天又提着大包小包，没想到。然后司机就是，看到我一上车之后，然后他就直接对着后面的乘客很大声，非常大声的说：“哎，请问有没有刚好哪里有座位啊？那可以让这位抱小孩的这个小姐让她坐这样子。”对，然后因为这个司机是。他的体贴的事情其实已经有所耳闻的啦，但是第一次发生到自己身上，你就会觉得，哇，原来人的温暖是这种感觉。因为这一条路线呢，长者比较多啦，前面都是长者啊，啊，你也不好意思叫长者让座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啊，口吻就是啊，有哪位乘客方便让个座位给这个抱婴儿的小姐坐这样。基隆多雨的天气，赖文峰开了20多年的公车资历，似乎很习惯。对于每位乘客，他都平常心对待。
不止乘客喜欢搭他的公车，就连同事的眼中，他的精神值得敬佩。所以你们很喜欢搭他的公车？对啊，对啊。为什么变成朋友哎？对啊，对啊，他都对老人通通很亲切，一样啦，他上车啦，什么啦，转弯啦，是要做什么都会提醒乘客。只要看我们后面有人在追的，要上他的车子之后，他都会稍微等一下。啊，有的车子不是啊。对不对？没有人，我就门就关了，我就开了啦。他不是，他看后视镜，有看到后面有人跟来的时候，他就稍等一下给你上车这样。平常就是要帮助乘客，遇到乘客有困难的时候会主动协助帮忙。对，每年都是模范劳工，今年要得到全国的模范劳工选拔得名。我们就是来服务基隆市民的啦，啊，就是平常心啊，每天开车啊，就是。其实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呐、这乘很感谢乘客这样一直在称赞我这样。在镜头前相当的腼腆，对于乘客对他的称赞，赖文峰谦虚的说：“只是每天的工作一部分，希望把每位乘客安全的送到目的地。”哎，真的很温暖呢。其实像我们这样的温暖的司机。有到全国去表扬，那当然这司机就隐藏在司机当中，那就是给大家很窝心的感觉。我们要请教处长。像刚刚我提过，就是我们每年都要表扬这个模范司机嘛。那刚刚这个赖先生、赖文峰司机，就是我们除了本处表扬以外，我们像去年我们推荐他到全国，我们全国有一个中华民国客运业全国的商业同业工会，他集合我们全国所有的这些客运业，他报上去，他会审核。所以我们报了赖永峰先生，也得到他那个全国的表扬，啊，这个是非常难得啦。哎，真的很温馨啊！我就记得基隆市公车司机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小女生，她就是投零钱的时候不小心把1000元给丢进去，然后她就一下车就开始边哭，就没想到司机追下来就是把1000块给她，这也是蛮感动的哦。我请教处长，这个是我们一个迷信的司机啦，他就是载到一个学生，他可能没有零钱，他太慌张就把钱投进那个投币箱1000块，他以为可以找钱呐。哦。那个投币箱司机他是拿不到的。哦。Oh. 那个必须要到我们总站拿钥匙去开。哦。所以我们这个司机就先拿1000块给他。嗯。让他不要紧张。哦。这个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小故事啦。对。那像我们之前也有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开学的时候有一个基隆海事的一个女学生，她是从新北市第一天来我们基隆海事要上课。啊，结果他坐错车哦，坐到我们的这个和平岛去了，坐到和平岛去，然后下车不晓得怎么去啊，然后我们那个司机、这个徐司机哦，很贴心，他到我们分站把公车停好以后，用摩托车戴安全帽，载他到海事去上课。那过了一个礼拜，他这个妈妈哦，很贴心啊，妈妈特地打电话来道谢，说要到分站来，那真的来了，然后我就去他等他。接受他的那个，这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小故事，这样子是真的是超温暖的。那像这样子，刚才是那个1000元不小心丢下去，然后或者是就是搭错站，都可以看到司机非常努力啊，帮大家服务到底，真的是把大家送到目的地哦。那当然在公车上，其实有时候会忘东忘西，大家会掉东西嘛。那我不知道统计下来最多应该是雨伞吗？零钱之类的，还有悠游卡。对，所以大家那个卡一定要收好，不要在公车上遗失了。那曾经最夸张的是什么呢？带大家来看看。先让他上，搬上来。公车上一名年轻人顺手帮老翁将物品搬上车。老翁上车之后就找位置坐下来。就在老翁到站下车之后，公车司机却发现车上遗留一个蓝色塑胶袋，结果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个祖先的牌位。这可能是忘了拿吧。那你会觉得赶快帮他找到这个失主，因为毕竟这个神主牌算是还蛮重要的东西。是啊是啊，没错。事发在上个月，基隆市公车司机在公车上捡到祖先牌位，警方赶紧协助找寻失主，调阅车内监视器画面，发现悠游卡持卡人是一名79岁的李姓老翁。警方巡线只找到老翁的侄子，不过两个人早就没有往来，也不愿意领走祖先牌位。对啊，怪这部分哦，因为同仁认为说，哦，这个东西如果跟一般的遗失物放在一起哦，确实很不妥，然后也对这个人家的祖先的牌位哦是比较不敬的哈，所以他就主动哦去寻找那个
专门在放置这种牌位的那个庙方哈，来跟他协调。那院那个庙方也是为了跟他讲，庙方认为说帮忙做善事，那所以他也不收费了哈，因为一般的话占置这个牌位哦，一般好像要收费5到6万。祖先牌位既然遗失在公车上，没有人领，警方只好先用公款将牌位安置在基隆海印寺，也将拾获地点、时间上网公告，希望失主尽快出面将神主牌带回家。哇，真的最夸张的遗失，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沈曹客员。那其实我们公车处啊，很常收到民众掉落在车上的物品。那我们其实这都很希望赶快帮民众找回这些遗失物。那比较常掉，像如果是学生证啊等等的，我们都会想办法送到学校。那这个案例呢，它是我们的驾驶员他捡到这个神主牌，那因为他直接送到我们公车处的处本部。那当然我们公车处本来是会置放这些遗失物的，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遗失物比较特别，那我们希望说赶快帮他找到是谁弄丢的，可能会比较着急这样子。那当时的话我们就赶快拿到安南桥的派出所，那那边警员也很帮忙，那帮我们去留一下资讯，那我们就请警方去帮我们找失主。那后来透过一些监视器还有刷卡的记录，那后来就由警方来处理，那后来是有那个庙宇协助安置，对。哇，所以这样可以看到我们的公车处很用心哦，就帮大家想得面面俱到。他现在在庙宇安置嘛，也是希望失主赶快去认领啊。那当然，我们的司机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抓小偷，抓小偷真的很厉害，不是车上抓，是跑下去抓。我们要请教处长。这个也是个真实案例哦，这个。我们。司机在车上，其实我们要宣导一件事，就是说，你如果坐公车哈，扒手他最挑的是路线人多的路线。他如果在上车当中，他会一前一后，他小偷有两个人，第一个站在车门，第二个站在后面，把你夹在中间，他要推你上车，前面跟你挡住。这个时候就是他下手的目标。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你们循环站。然后我们司机就看到这个动作了，他把他的皮包爬走了。我们司机马上手刹车一拉去追他，在新闻站那边追到他，然后就请那个中二所来把他带走。是。那这一件也在我们警察局的治安汇报里面由市长来颁发这个奖状跟奖金。是。所以这个也是宣导一下，说乘车的时候尽量不要有人推你的时候就皮包注意一下，不要被爬走了。那个是最容易被爬走的时候。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小心尖溜啊，对不对？还突然又非常小心，一前一后就是要一前一后的时候要更加小心。那看到我们的司机真的好勇猛，居然是直接冲下车去抓小偷，真的太厉害了。好，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看的就是我们的主任了。主任听说是个机械专才，那他的动心时刻是刚刚处长透露的，就是他会留下来帮忙看看哪里坏掉，哪里修。对。好，谢谢。那有关于这个货车亭这个的它附属的设施哈，也是我们维护的嘛。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市民也很可爱，有一些货车亭它如果我们的照明系统出了一点点状况，白天亮了，他们也会打电话来说，怎么货车亭白天就在亮？或是说货车亭的灯怎么晚上没有亮了？这边也不但谢谢他们啦，包括也有这样子的案例啊，他们会看到说货车亭或是站牌被民众撞到的，谁撞到了，他还会告诉我们，那我们可以去球场啊，然后去做紧急的处置，不要发生危害。都有这样子的案例。那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因为货车亭的照明系统它是一个控制系统，它除了有电源，它还有漏电断路器。因为我们一般货车亭都是金属制造的然后我们基隆呢是多雨又潮湿很难保说哪一个地方去touch到这些RS到的以后就是会漏电，那漏电断路器它就会发生作用，把它关掉，以免产生说货车亭人会被电到这个事情所以说有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有反应我们也都要去检查，然后把它复归
啊，然后也能，这个也是必要之恶了，变成是说啊，所以就下班去就对了。是候车亭真的是因为什么什么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原因啊而没有亮啊，这个是我们也要赶快去处理了啊，但是也是真的是也是为了安全的设置，我们整个系统是要有这样子的功能。是哇，谢谢主任。自己拿工具去做了。哇，都不用申请，都不用报，就自己拿了就直接去修理了。有时候是紧急状况哈，我们真的是要去处理，否则的话有一些怕是会发生危害啊，或是对群众造成伤害的事情啊，我们也要尽量说在第一时间尽量尽早去把它排除掉，去把它处理一下。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公车处同仁非常的用心，不止司机也非常的暖心。那当然呢，公车司机这一职是有些人的梦想，我们一块来看看在七堵马林山区里面小孩的司机梦。是仿效真的公车有这个遮阳帘，然后彩绘这样子，然后这个残障轮椅的贴纸，然后以及这个车后名牌。桌上摆满可爱的公车模型，仔细看每辆公车上头都有清楚的路线。这些公车模型全都出自菜鸟公车司机林弘毅，问他会这么对公车着迷，原因是从小就立志当公车司机，跟每天听到公车的那引擎声进来，然后我就很高兴的冲出去，然后跟公车司机 say hello， 然后每个司机都会跟我打招呼，都还蛮亲切的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很想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似小小志愿，长大之后却成了他的人生目标。林弘毅在20岁就拿到大客车驾照，曾经在多家客运任职，历经5年的磨练，今年终于考上基隆市公车。才26岁的他，成为基隆市最年轻的公车司机。既然有梦，为什么不去完成它？其实这个梦也没有很难，因为其实有很多学长都叫我，为什么梦想不远大一点，做总统。做什么司仪员干嘛的？可是我觉得我不喜欢坐公车司机，很简单，就是把乘客服务好，不要让人家跌倒。其实我们公车驾驶哦，它的行业它是分这个轮班制的，还有休假也是轮班，所以早上5点就要上工，早班的话，那晚班的话凌晨一点多才会下班回到家哈，所以相当的辛苦了。那另外就是说，社区公车跟国道客运又不一样。社区客运是走走停停，然后上上下下。其实那个乘客这样上下那么频繁哦，压力很大哦。所以我们弘毅这边哦，能够这么多年来秉持这个志向，一直努力。那以前他是坐我们的公车，是我们公车司机服务他啦。那现在换他当公车司机，就服务我们的市民。当年小小的梦想，如今努力实现。林弘祥说，能够服务乘客，把他们安全送到家，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哇，可以看到我们的公车司机，我们的弘毅真的非常让人窝心。哎，就直接这样子一直为着梦想前进，就是考进了基隆市公车。那听说他上个月结婚了，恭喜恭喜！公车司机招考这一件事情，我们要请教处长。刚刚看到我们这个林姓司机，他从小上学都坐701的公车，马林坑的公车，他一直坐到他后来，毕业以后，他先去考这种大都会客运的司机，因为我们基隆市的公车，他如果要进来的话，必须有1年的实际的经验，所以他必须去其他的客运公司先去开1年，所以我们在就去年招考的时候，他就考进来了。那他在上个月也结婚了，我们非常恭喜他。对，那公车处也要招考司机了，对不对？我们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这一年包括前年，我们退休的跟提早退休的，还有一些自愿离职的有增加了，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在昨天公告，10月25号公告要招考一个40名的一个司机。那希望有兴趣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上了网站去看一下，好，我们11月8号开始报名，好，欢迎各位这样子。是，真的要提醒大家，有兴趣的民众一定要来报名哦，就是加入我们市公车这个大家庭。那剩下最后的3分钟，我们要先请教，我们先请主任好不好？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呢？好的，
货车亭啊，或是说我们公共汽车管理处所设置在外面，因为我们基隆市的幅员还算蛮宽的，就公车来讲，那我们各地都有我们设置的，不管是站牌，或是说我们的货车亭，甚至于货车亭上面的智慧型站牌这一些设施，其实是我们公车处管理的公共设施，也是全市民的财产啊，其实啊，那这个维护也需要钱啊，那在外面也会发生各种的状况啊，不管是受到危害，或是说有发生怎么样子的状况，没有办法正常来服务市民的时候啊，也市民也可以帮我们注意啊，然后也利用我们的电话帮我们有任何的状况可以提供到给我们，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啊，让它整个我们的服务是更好的啊，也是更安全的啊，谢谢市民。对，所以很开心哦，公车处广开双手邀请大家一起来跟他们一起来检视我们的候车亭的设施，如果有任何缺失都欢迎打电话到我们的公车处来提醒他们。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盛瑶，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公车动态系统的部分。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把动态借接到公共总局的时候，我们希望把公车做得更准确更精准。那其实从今年初到现在，我们自己亲自去观察也觉得它已经好非常多了。那我们也欢迎那个市民朋友或者我们的乘客，如果有碰到动态觉得不准的地方，可以告诉我们您搭乘的日期还有时间，那您在哪边搭乘的站位，那这样我们就会透过现在的那个后台去查询说这班车它是怎么样的营运状况，那我们就可以检查说它是整趟的讯号都有问题，还是特定在某一个点，那我们就可以针对提供的资讯去找出哪边不准，我们都一直在改善这样子。是哇，所以如果你发现那个 APP 有点不准，那就可以其实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公车处，他们都会马上去追踪，然后把这个时间调到最好，给大家最方便的生活。最后我们要请教处长。最后再做一个宣导，因为我们现在7月1号开始已经实施这个上下车刷卡，前门可以上车，后门也可以上车。那现在就是说有一些市民朋友就是可能急得要上车，好，我们现在是宣导说先下车后上车。你如果从后门要上车的话，你要等后门的人先下车完你再上车，不然会相撞了。是，所以希望各位乘客要注意是先下车再上车，是啊，前后门都可以刷卡，哦，这样有秩序的这样上下车这样子。是，那就是要提醒大家上下公车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安全，對對對，而且还要提防扒手。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大家来看见公车处的努力，在有限的经费下不断的更新硬体设备，而且更与时代接轨，通往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来前进。那更没有忘记这个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哦，在公车上的温馨小故事让社会充满了温暖，也让人更有力量。我们要祝福公车处串起我们城市的桥梁，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